浙江杭州发生一起网约车追尾千万兰博基尼的交通事故，现场火光四溅。据报道，这起事故发生在2024年3月8日的浙江杭州。一辆网约车在行驶过程中不慎追尾了一辆价值千万的兰博基尼跑车。现场视频显示，兰博基尼尾部严重受损，冒出浓烟，而网约车则停在后方，司机看起来惊恐万分。这起事故让兰博基尼车主心痛不已，也让网约车司机和乘客们惊魂未定。据估计，这辆兰博基尼的维修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，对网约车司机来说无疑是巨大负担。这起事故再次提醒我们，在追求便利的同时，安全问题不容忽视。驾驶过程中保持车距，控制车速，遵守交通规则至关重要。希望这起事故能引起大家对安全驾驶的重视，让我们共同呼吁，为了安全出行，每个人都应该做到文明驾驶。